的小小参赛选手，那准备去报道咯，走，我们要来报道了。小小小小选手刚刚睡饱，嘿，体力正好。哎呦，我们号码牌11号，真的尿布了。我起点跟终点只能有一位家长，所以我也不能跑你。好了，预备，开始。快点，赵晨，等一下，你不要这样子哦。快，李小龙，李小龙。我先跟你讲，妈妈输不起哦。我不紧张，我好紧张哦。什么？是不是要给我一只拖鞋？还是等一下再拿？来，红色好了，好不好？不要。点点啊，不行，我们还要来再来确实。